6日，张鹤伦在社交账号发文，并艾特郭麒麟：“这一声爸爸我可能太久了，快再多叫几声，我回味回味。”视频中，郭麒麟、张鹤伦、阎鹤祥、周九良一起参加综艺节目。视频中，张鹤伦饰演郭麒麟的爸爸，还大胆地说：“多叫几声。”应该是舅舅。爸爸，再叫一声，快当着所有摄像机的面。爸爸，好儿子呀！我就希望以外这么叫下去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现在坐这儿要审我。大逆不道，知道吗？苍天打雷劈死他！看到张鹤伦作死的样子，粉丝们也纷纷在评论区表示：“别拦着，让张立民说玫瑰园又多一位贵宾。”这张鹤伦的字是不想要了。而看到张鹤伦的发文，郭麒麟也发文表示：“干咱们这行挣的钱，有一半是挨骂的钱，另一半是给人当儿子挣的。少班主真是得了郭老师的真传，咱就是赚这份钱的。”看得比较开，这是孙子，这是你小叔，老叔啊，爸爸呀，真是我儿子吗？我是这么认识你，是咱们家的儿子。不得不说，节目组真的会玩，占便宜还得看德云社。这种伦理哏如果放在别的演员身上，效果可能就会差一点，但是占少班主的便宜，粉丝们都乐得直不起腰来。毕竟少班主很少登台了，而且也很少跟其他师兄弟合作，如今在综艺节目中这样的占便宜，明显的是赚到了。